善心阿桑陈树菊今天出国领奖，墙上贴着大大的恭贺红单。台东卖菜阿桑陈树菊的菜摊昨天难得休息，因为他今天要出国领奖啦。除了颁奖啊，你敢有发生我要去对佚佗？没有，拢无。是啊，我嘛是特贵啊，你去叫我去对佚佗？去看看，看一边菜市也袂歹啊。森林公园都唔捌去啊，小野柳你嘛唔捌去啊。你今天炸什么？炸啥啦？搁炸什么？今年菜单啊，我准备炸一只微多多嘞。你这微，从没出过国，却把上千万积蓄全捐出行善的陈树菊，今年三四月接连被《富比士》杂志和《时代》杂志选为2010年亚洲慈善英雄，2010年全球百大最具影响人物。他决定今天到美国领取《时代》杂志颁给他的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奖。我肯定想啥？想讲要提好啊，唔爱提好。哦，我就知，我就知咧。哦，叫你发出来咯，对啊。提好，唔爱提好，安尼。就欢喜啦，欢喜啦。所以你讲困得起？哎呀，我昨天跟他讲说要请他去美国，他第一个反应，我明天再。菜已经给他批下去，明天的菜已经定了，不可以去美国。不用说的，太紧张了，这次出国这样很紧张的，跟别人出国好像不一样。昨天下午总统在他出国前接见他，为此他特地花了100多元，很慎重的到美容院洗头。搭机到松山机场后，外交部长杨进天亲自接机，还协助加速办理护照，一小时就可以完成。3-4天嘛，对，工作天。办护照，你办签证大概也要2个工作天以上。阿妈今天大概一个小时。一个小时。算不上，其实因为挂心什么代志，你没有挂心什么代志啊？是说我是小市民嘛，都没有什么事去那里。这样子像你们这样哦，压力更大嘞。陈树菊掩不住紧张。等待总统接见时，沙发只坐1/3。马英九和他握手，亲搭肩头合照，他还是很紧张。今天傍晚，他就要飞到美国领奖。陈树菊，台湾以你为荣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